第一种音符盒，你以为它只能放音乐吗？不，它可是一款百用的乐器。用右键或是红石信号激活它时，就会出现彩色的音符，代表了各个音节的声音。在它们的下面垫上音时，就可以发出不同乐器的声音。你可以用它演奏你喜欢的音乐，爱音乐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，用它做出的音乐一定 very nice。第二种，新音药水，药水的品种十分丰富，有夜市药水、力量药水等等，深受玩家喜爱。然而新音药水一直很鸡肋，就算老玩家也很少用它。你以为它像锦鲤一样可以给你带来超越妹妹一样的运气，然而只有绿色的特效，只有在开宝箱时可能会有几率开出宝石，这破药水还不如自己去撸。第三种，大佑陶瓦，建筑党的最爱，装饰建造十分百搭，但是现在似乎被混凝土打入了冷宫。不过获取十分容易，将染色的陶瓦放进熔炉烧制就可以得到了，在热带沙漠村庄和热带草原村庄常见的一种方块，不过由于自身的特性，似乎除了装饰没有什么用了。